等一下，这边什么时候多出了一个小岛？哎呦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会有鲨鱼？这边下面有鲨鱼啊！各位乡亲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 安阿金啊。今天呢，来到了我们这个巨石强森的这个大秘宝寻找之旅啊。因为洛圣都出现了一个大秘宝，不过呢，这个秘宝的位置呢，只有我这个朋友史氏知道而已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呢，先必须找到这个史氏，让他带我去这个大秘宝的位置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请先帮我按下喜欢，喜欢就帮我按到3333个喜欢。还没订阅我的观众朋友，也可以帮我按下订阅按钮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正片开始。开始，然后你们看看我这一台车哦，非常非常的帅，就是这个宾士2021年的超跑啊！来来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内装，哦吼吼吼！巨石强森拥有这么帅的车也是理所当然吧，对不对？你们看一下内装，超级好看，整台车。再加上我这个帅气的这个光头的样子，非常的迷人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先去找这个史氏啊，史氏住哪里？你们知不知道啊？我记得他是住在那个比较有钱的那个区域啊。我们马上过去那边找他。呦呦呦呦！然后你们看一下这台车，它的速度其实还蛮快的哦，有没有？又快又稳，好，我这边来一个右转，哦，甩尾，哦呦，嚯嚯，他刚才给我打滑了一下，然后我记得史氏他家就是住在这附近啊，我记得好像要上，哎，上这边的来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他家好像是在这边啊，我干嘛？来一个人干嘛？看到我就跑，是看到我太帅吗？我是还蛮帅的啦，所以他跑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此事他家的门要怎么进去？哦，这边呐，找超久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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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此事他有在家里吗？他应该在里面吧，对不对？此事那个家伙应该有在家吧？哎呦，他果然在这边。来，这个你不是知道这个大秘宝在哪里？你应该知道吧？我是知道啦，但是我干嘛要告诉你？你不告诉我，你确定？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巨石强森，我这个拳头现在非常非常的硬啊！你的拳头非常硬。那好吧，我跟你讲，就在这个洛圣都的最北部啊，我带你去好了。好，走走走走，你早一点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我的这拳头就不会握得这么硬啦、啊。那我们就出发啦，走走走，有没有看看我这个胸肌、背肌非常的壮啊，跟我们的这个 K 安阿金的这个模组几乎长得一模一样啊。K 安阿金的这个模组绝对没有什么所谓的方形啤酒肚这种东西，那个都是观众们编造出来的啊。我的这个身材跟这个87%像嘛，有吧？对吧？觉得很像的，就是打个一啊；觉得不像的，打二。我相信我们的观众应该全部都打一啊。嘿嘿嘿嘿，来了，我们上车，上车。坐我这一台最帅最帅的超跑，你这个死是穷光蛋，应该是买不起我们这台车吧？好啦，我们接下来要往哪里走？啊，你这种夏天你穿这种衣服你不会热哦？要像我一样风一样的男子，不穿这个上半身啊？你说在洛圣都的最北部，那我不是就要飙车过去？应该是走高速公路比较快吧？我们直接飙全速了啦！来了，全速前进！这台车速度到底可以多快？哦哟，哇塞！等一下，出车祸啦！它时速300多没问题啊，这台。哎呦，我们的巨石强森没有慢动作可以用啊，但是应该……哎呦，有警察！
差点就从警察的屁股那边撞下去。哎，这边有点挤啊！你看我们这个偷一个大密宝，非常的……哎，等一下，你把门关好。十四，那门没有关紧啊！我这台车很贵啊，你不要让我的门坏掉好不好？现在我们一眨眼就已经快要到最北部了，有吗？哎呦，呜！这个谁没事把这个大密宝藏得这么北啊？哎呦，好，我们就走中间，走中间才是最安全的，因为这边是没有车子的地带。结果，再飙，再飙，再飙！开这一台飙车，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好哎、欸！哎呦，呜呦，吼、哦，差点发生车祸啊！来来来来。我们快要到了，这边有一个盲弯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洛圣都的最北部哦、喔。但是这边感觉什么都没有啊，对面是有一个小岛的样子啊。等一下，这边什么时候多出了一个小岛？哎呦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会有鲨鱼？这边下面有鲨鱼啊，所以这边的小岛我们没办法用游泳的过去哎、欸。太扯了，然后我们要怎么进去那个小岛啊？哎呦，这边有一条路，左边有一条路。我们先看一下右边这个可以开车进去的，这个是干嘛的？所以我们的大密宝是什么？哇塞，这边什么时候多了一个这种小岛度假村啊？但是感觉另外一条路好像可以去那个更神秘的地方哎、欸，那想必大密宝一定是藏在那边啊。不过我们先来参观一下这边到底长什么样子，为什么这边会有一栋这个？哦，然后这边有一个脚踏车，等一下我们是要用脚踏车来挑战还是什么？哎，这边有一个摩托车，所以我们来这边只是为了跟他借这台摩托车啊。哈哈。麦霸子、桑切斯这种越野车其实还蛮好开的啦，就可以等一下应付一下这个，等一下我们的地形。你应该不能上车吧？你还想用双载啊？你会不会想太多啊？哎，你这个可以上车吗？哎，可以耶、欸！好，走走走走走。现在观众一定很纳闷，怎么会有史氏加上巨石强森的这个组合？那知道我会用这个组合的人呢？哦。可以在底下留言说为什么我会用这种组合啊？究竟是哪一部影集出现的这种组合啊？然后这狗要干嘛？好了，我们要进行挑战了，因为毕竟要拿到这个大密宝不容易嘛，对不对？来，走了。哎呦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边如果没有骑好会掉下去哎、欸。左边，哦呦，哎呦，哦吼吼，哦，好家伙，这一台车还算蛮有力的、啊。这边要一鼓作气给他冲过去吗？冲，哦呦，哎呦，哎、欸，这一个也太难了吧！好家伙，我骑的是这种越野车啊，哦呦，哦吼吼吼吼吼吼，谁没事会把这种路建立成这样子啊？等一下。这边是要叫我们走这个独木桥的意思吗？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不要偷吃，我们照他的意思走。哎呦，哎呦，等一下，轮胎有点歪掉了，一定要搞成这样子。这边真的出现了一个超奇怪小岛，完了，我们赶快上车。这个水有毒啊！我们要被传送回去了。阿雷，我们怎么又回到这边了？该不会是死侍你的能力吧？无限的重生啊！好，家在有你在，所以一般人是没办法碰到这边的海水啊。这边的海水有毒哎、欸！来来，我们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，不能，等一下不能再掉下去了。哎呦，我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等一下我是不是掉下去了？哇塞，这太难了吧！史上最难啦！我觉得史氏你就先待在这边了，
我觉得这边双载可能有一些些问题啊，我不确定是不是双载的问题，但是我觉得这边我一个人应该会比较好过一点点。哇嘞，又掉下去了！哇嘞，直接死掉欸，是怎样？这正常没办法过吧？还是这边我们用走的过去？用骑的超难的、啊。然后这个树其实会滑、啊。好，我们再用走的。这边先走一个什么独木桥之类的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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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终于要过来了。这边刚才就直接用走就好，可是这边看起来要骑的、欸，对不对？摩托车挑战啊，我觉得是刚才那台这个越野的不好开，我们直接换这个正太郎。正太郎应该不会再滑下去了吧？有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哦哦，终于。哎、欸，要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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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嘞，太难了，不管，我们这边先跳过了。我刚才掉下来已经来到这个小岛了，我们就当过了，好不好？后面还有啊，还要来几次啊？我们选这种正太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轮胎吼比较宽，比较宽应该是比较好过啦，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困难，它做的这个。真的是超级，而且我们不能停下，停下它好像就要掉下去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哦哦，它有中途休息呀、啊。来来来来，这边树干好像有比较细一点点，但是我们一样顺顺的开就好了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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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，这边又比较粗，这边又比较粗，哦，吼吼吼吼，下面有鲨鱼啊，我看到鲨鱼啊，这一关一定要这样子吗？呜、哦、呼呜、哦、呼，我们过来了，超难的。然后这边这个算什么障碍吗？这感觉没有很障碍啊。啊，我们的一个蛇形，这边算休息区吧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这边摆了一堆，这个是怎样啦？哎呦呜呜呜呜，这样，为什么那边会有坐两个人？现在。下一步要去哪里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没有路啊，直接这样飞过去吗？哎、欸，这好像可以直接飞过去、欸，哎，你们觉得嘞？还有两条路，一条呢就是走这个下面这一个独木桥，一条就是直接飞过去，但是我们是选择直接飞过去的这种路啊，来了。我们直接飞过去，呼呼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哇嘞，哇嘞，掉下去了！阿嘞，我们又被传回来了。哎，那边有直升机耶，所以我们只要成功到那边，我们就可以那个得到保障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换一台这个801RR， 冲过去！哎呦，不要过头，不要过头！哇嘞，看来不用太快，对不对？慢一点，慢一点。这个速度就可以了。哦，哇嘞，还是碰到，太难了吧！所以正确的路是要走这个独木桥过来啊。好，不管了，我们直接从这边开始了。哦，毕竟我有主角光环嘛，偶尔可以这个丑一个两次啊。好了，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这个冒险了。我觉得剩下这边也是非常难欸。哎呦、哦哦哦！走这边吗？走这边，走这边，走这边有路，这边有路。然后那边有个木板，骑上去。哎、欸，可以可以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已经要快到达最后的终点了。哦，终于呀！哎，最后这个终点也太长了吧。然后这个小岛上面还有这个风力发电是怎样？好，过来了，过来了。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只要稳住就是你的。哎呦，这边最难的就是这个了。好，慢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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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哦，好，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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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这边比较细哦。我们快要成功挑战。哎呦，我们终于来到了，下面还有鲨鱼。呜呼，呜呼。
我来了。这边，哎，路嘞？路好像不在这边，对不对？路要走右边，这好阴险啊！要照那个蓝色的指示灯走。哎呦，哎呦，太难了吧！好，走这边。我们应该走右边这边，这边有一点路。它这边有蓝色的指示灯啊。好，我们成功了，过来了。哦吼！这个小岛还有风力发电啊，然后这边有一间房子，哇塞啊，这边已经来了一堆人是怎样？我们要怎么去那个啊？下面直升机那边，那边哎，那边好像有个女的，那个女的是谁？有点熟悉啊！呜呼呼，难不成我们？今天的最大秘宝是得到这一个美女，她不就是神力女超人欸？我是那一种见色忘友，看到美女我就忘记其他宝藏的人吗？是，欸，嘿嘿嘿嘿。好啦，今天我们已经得到这个神力女超人了，算是这个大秘宝寻宝成功，但是也太难了吧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让阿金变更好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